警犬吗？忘了是吧？光看小新鲜事了是吧？你这花好看吗？漂亮啊！哎，真美呀、啊！哎哎，真美呀、啊！真漂亮啊！嗯，耶，掉地下，咱俩下地，咱俩下地，脚把住，手把住，好，把住啊！你看人家这把住的啊！哎，天哪，这都不能，这都不能！一把住就两手往那空里头一伸，把住，你真的，这多享受啊！真的，来，这爷爷在你袖子上笑。我给爷爷吃苹果去，再见。哎，真甜的。哎我天，这样把你急的，别给刮的呀，至于？准备煮饺子了，出去放炮上去，走。看了吗？没有，我一抱他吧，他就往那边跑，往那边跑。可好看了，咱家这个。往这边跑呗，我一点没看着。白瞎了，没看着。我想听嘣嘣嘣。嗯，最好。这小丫头领的真浪呢。快点，行。多点好。哎呀！看看今天谁手续好。大元宝能搁谁这儿？又要上哪去？这又要上哪去？啊，乐是不是？哎呀，哎，立马！哈哈哈哈哈！一个小地主，这个包几个元宝的啊？一个，哈哈哈哈哈！一个，有补是没补？也行啊，管点地的。哎呀，先占第一。我家包饺子给他包的三份小元宝。我是第一个吃的，但是个最小的一个，一毛钱。哎，好不住今天，晃蹦蹦的哈。一个到去。看我，你厉害。哎呀，多少钱？五块钱。那你俩一大一小。就是看出来谁大了吧？我是这小王八。也给倒，也给倒啊！没了，没了，有咱们吃出来了，有的是等着啊！嗯，哎，你爸又吃出来了，发财了！哎呀，这回你爸厉害了，你爸你家厉害了，就吃这个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完了，你奶奶又吃一个，爸又吃一个，你看，你好，嗯。我这弟妹一点点往上涨啊！你来，你大姐晒的，你还涨上去了？你爸还涨上去了？哎，一瓶一瓶，是不是？啊，别二瓶了！啊，拿，干啥呀？啊，奶奶倒吃。要蛋。他们太知道那个事儿。要蛋蛋。是吧？我吃妈呀！你俩奶奶真吃了！什么玩意儿？回头大孙子吃吃是不是？那你看，吃吃能拿出钱来了？哎，快让爷爷吃了，这快吃一下，你俩吃一个。你自己要吃一个啊？哎呀，都吃着了，你没吃着了是吧？你都想吃，那你们。